百米开外听到有个黄衣服的选手想上去秀操作，两发机瞄命中，先让他冷静一下。倒地也两个，军事基地这么大个地方，肯定不止那么两个。这个时候一定要闭上眼睛仔细听，这人的位置到底在哪儿呢？听不到，先过去补人吧。还有意外收获，他们倒地的被我补掉，就在脸上，我听到了。箱子后边一发就秒了，这 M24 的伤害怎么这么高啊？这升级枪的淘汰特效也还可以，就是这瞄准镜是绿颜色的，高加上有个老六，八倍镜一打开全是绿颜色的，这设计师非常的人性化，知道要用绿色保护我的眼睛。注意听，脸上现在有四个不同的心跳声，你仔细听，是不是有？倒地一个，倒地那个人心跳非常快，石头后面也有个心跳声。哎，什么时候背后绕过来一个？好，他现在没有心跳了。哎，这家伙不讲居德啊，直接掏手枪，本来还能跟他打一打，一下掉了这么多血，我也不讲居德了，是他先用手枪的。相信在座各位观众朋友也都是讲理之人，刚刚用手枪确实是相当合理啊。刚刚虽然是一打四，但还是有些忧伤，这个海岛又少了四个心跳声，这并不是我本意，希望他们四个下局能够去一个快乐的地方。这是缺面位置，来注意听还有没有心跳，注意他来了，步伐是相当嚣张，直接一发瞬击爆头。前方有只伏地魔，估计是 AI，后面这家伙刚刚打了一局，本来还没发现他呢，隐藏的位置是相当好啊，还差最后一个，怎么听不到他的心跳声呢？想不到最后这家伙躲在圈外不让我击杀，